测试 Bisbee 拍酒标。好，大家好，没有了，我看一下，葡萄酒，正在搜寻葡萄酒。哎，真的有，是一模一样的吗？一模一样啊，一模模一样样。我先截图，好屌哦。那你拍另外一支，这个这个。等一下，我要先截图。对啊，你再看一下。再看一次。年份，餐酒搭配，那会出来什么资讯？看一下。酿酒师的笔记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示范一个长得比较不一样的，好了。好，来。噔噔噔噔，看一下，像这个。黄色这个，嗯。葡萄酒，真的呢？是一样的吗？一模一样啊，有呢，好屌！那这个，再试这一支。等一下，再给我个5秒钟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这支，是这支。好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支要测试的了。我就不信它这么神。等一下哦，先给我截图一下，我要记录。然后我们再看到葡萄酒的选项。来了。是资讯是对的吗？红2013。但是他写2013，但是这部分至少他是用这个酒来判断。可是他是写2014。对啊，会有年份比较。错。没败。因为刚刚没有拉到这个2014，如果拉到有没有差的？那再试一次。好了，我拉到了，看一下哦。就变2014了。哇，聪明。对啊。赞赞赞。